Hello， 各位假汽车粉丝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说话不旋转好朋友九零，看到我就知道我又为各位来介绍好车喽。今天呢，来为各位介绍就是我们这台2017年的 Suzuki Vitara 1.4 Warren S 版。为什么会特别来介绍它？主要是啊，我们这一台啊是我们的 Tiffany 绿哦，它在我们太阳光底下显现出了气质跟它的质感啊，真的是非常的与众不凡。九零呢非常喜欢它这个颜色。而且呢，你觉得它的特点只有这样子吗？它是我们同期车款的里面的，就是它的性能以及它的省油的这个区间呢，算是数一数二的好车哦。而我们的配备有哪些呢？配备的有，比起阳春版呢，多出了配备有换挡拨片、侧踏板、光感应式头灯、LED 头灯、LED 日行灯、感应式雨刷、HSA、TCS、TPMS、ISOFIX 等主被动安全系统。而我们全车组选配的主要配备有哪些呢？是影音全配，配备的有导航、电视、影音播放系统以及即时行车记录器哦。以上这些配备呢，各位呢，在我们二手车网上面呢，一定要到530,000以上才买得到这样的配备，并且呢，你只有在无甲汽车呢，才能享受到488,000这样的优惠价格，让你轻轻松松把这么好的汽车呢带回家哦。而我们内部空间表现力也是相当棒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来到我们车舱内啊，各位可以发现我们的 Vitara 呢，它的内部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酷炫哦。那我们在我们的中控区啊，有我们的三眼设计，而我们的仪表板呢也有双眼的设计，可以说是非常的有质感哦。再来呢，可以看到我们多功能的方向盘上面呢，我们的右边呢是我们的定速快控，左边呢是我们的音源快控，在下方呢还有我们的蓝牙语音快控哦。而后面呢，还有我们的换挡拨片，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来做使用，以及我们好朋友来做使用。在我们仪表板的部分呢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最实际的里程数哦。来到我们后座部分呢、啊，我们的 Vitara 的后座乘坐空间呢，虽然说略显的不足啊，可是呢，它表现度也是上课的哦，并且啊，它要搭载我们的 ISOFIX 来照顾到我们小朋友的安全哦。而我们后车厢啊，表现力也是相当不错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来到我们后车厢啊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后车厢的空间呢，虽然说小一点呢，但是啊也不影响它的储物空间哦。它在下面呢还有可以做我们的深度调整哦。来到我们引擎室啊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搭载的是涡轮增压直列四缸引擎，六速手自排，最大马力是140匹马力，最大扭力是22.4 kgm， 市区油耗呢是14.8公里。高速油耗呢是20.5公里，平均油耗呢是18公里，绝对是一台高性能又省油的好车哦。最后呢，一样来为各位做总结哦。只有一个重点，我们这么高性能又省油的好车呢，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哦。赶快呢来我们无甲汽车看车，网络优惠价只要488,000，让你轻轻松松的带回家。而我们保证全车原版件，无事故、无泡水、无车身以及非法变造，更是通过我们最公正的第三方验尸认证哦。来我们无甲汽车买车，让你买的安心，开的放心。赶快拨打我们预约专线，将由专人为你服务。喜欢我们这支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一定要赶快呢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还有到我们现场看车，一定要跟我们服务人员说你是看影片来的，还有网络专属优惠提供给你。我是你们说不宣传的好朋友九零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